Welcome to BitAsk. Investing in crypto is not an easy job. We will make your job easy. Please join me to ask questions to the industry leaders and market experts to learn from their insight. Here is today's headline: how we could navigate in the NFT new ecosystem. For much to help Void Apes Yacht Club, the AYC parent company Yuga Labs announced that they have acquired the rights to the CryptoPunks and MeetBit NFT collection from its creator Lava Labs. Void Apes and CryptoPunks are two most valuable NFT collections by market cap, and hold a combined worth at a minimum of $3.6 billion at current price. On March 17th, BAYC introduced its token, ApeCoin. It's a token for culture, gaming, and commerce used to empower a decentralized community building at the forefront of Web3. On the same day, one of the ApeDAO boarders, the famous blockchain game developer Animoca Brands, announced that its action-adventure mobile game, Benji Banana, would move to a play-to-earn model, allowing players exchange tokens they earn for ApeCoin. Animoca subsidiary Enway has also announced that it will use ApeCoin as an economic currency in a new game developer in collaboration with BAYC. So what will Bored Ape acquisition and ApeCoin launch impact on the NFT ecosystem and the market? Today, we have the chance to talk to Mr. Jianing Yu, the president of Huobi University. So please join me. Let's start a BitAsk. 首先，欢迎余校长来做客我们BitAsk的节目。 那我先开篇有第一个问题。近期 NFT 市场总体并没有那么火热， BAYC 无聊猴子发币的成功是否会带领 NFT 启动新一轮的发币热潮，以及对于这个 当下行情的这种乐观情绪，甚至是否有可能带动我们整体加密货币市场的整体的行情，想听一下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好，那就汪总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有下的观点。首先呢，其实说实话，2020年呢，对于整个加密资产很有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加密资产其实它会有一个所谓比特币的减半周期的逻辑。 我们看到呢，在2020年啊，进行上一次减半，到现在其实已经时间过得很快，其实已经有2年左右的时间了。然后呢，下一次减半呢，其实是在2024年时间呢，其实也都不到2年了。这个应该说呢，从之前的历史经验来看，当然是之前的历史经验，应该说一般来说减半之前差不多一年左右是大的行情。 大的市场行情呢，开始启动的年份，往往呢在两个减半中间的这个年份呢，往往市场会比较困难，相对来说会比较冷淡。但是在今年呢，其实我们还感受到市场的热度还是比往年的所谓熊市要好得多啊，这个整个市场呢，确实显现出的状态 和以前的那些所谓就是进入了熊市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历史规律呢它也不完全的准确，它也有一个变化的一个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呢，其实在今年呢，整个的这些创新呢，确实我们感觉似乎和精彩的2021年以及波澜壮阔的2020年相比呢， 创新的节奏确实稍微弱了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应用呢，似乎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我觉得实际上呢，这也是完全符合加密市场的一个规律的。毕竟在整个全球地缘政治高度紧张，然后呢，美元进入加息通道的一个基本背景之下，所有的这些行业呢，其实它必然是有高度相关性的。 在这种整个货币面不够宽松的情况下呢，事实上往往对一些新的一些创新公司的不管是融资还是一些战略都会有些影响。
但我觉得事实上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市场周期的话，这些相对不利的宏观因素呢，其实总会有朝一日会过去。然后呢，整个加密市场的大周期呢，也会很快会进入到下一个减半周期的这基本框架中去。所以说呢，我觉得我对市场的整个前景呢，包括前期未来的一些发展逻辑呢，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我们下面聚焦在 NFT 市场。NFT 市场呢，最近热度确实稍微有一点点下降了，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了很多一些所谓之前不那么主流的项目呢，或者说是不那么知名的项目呢，整个的这个成交量是迅速的下降然后地板价呢也是在下行就出现了所谓这种量价齐跌的一个情况。因为 NFT 呢，由于它自身的局限性和特点，所以说它本身的流动性其实肯定是低于传统的一些其他加密资产，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整个量价齐跌的情况之下呢，NFT 这些资产的流动性呢也会进一步萎缩，这实际上呢会进一步这个降低这些收藏家他的一个去继续投资的一个信心或者是增加资金投入的信心，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我们也看到，就是那些最主流、最顶级的一些项目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 BAYC 包括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排名在前十位的项目呢，看到的它成交呢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活跃度，而地板价呢也并没有出现非常大的下挫情况，所以说其实呢。我们说 non-fungible token 这种非同质化资产，其实我们就要特别考虑到，由于流动性整体不足的情况之下，然后存在这种流动性制约的情况之下，市场的分化呢，确实它是必然的。就像我们在传统的艺术品市场上看到的情况一样，这个确实呢，往往只有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家他的一些这个作品呢。才有机会去一直随着时间的推迟呢，也一直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势头，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呢，其实这个在没有进入相对头部之前没有经过社会非常广泛的共识之前他的作品的这种不管是升值还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被顶级艺术家收藏的。顶级藏家收藏可能性呢，其实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其实呢，如果说参与到 NFT 市场的话呢，我想对于艺术收藏对于艺术史，对于这些非同质化资产的一些特点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掌握，比较深入的理解。当然，对于这个王总刚才提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我说无聊猿猴这次 ApeCoin 它的一个成功发行会不会带动整体？未来更多项目来效仿它，如果说首先说结论的话呢，我说其实那一定是会的未来成功的项目呢，除了 NFT 之外呢，它也会配上一些对应的 FT 资产也就是同质化通证的一些资产。哦，现在于教授，我也向您再问另外一个问题：Yuga Labs 收购了 CryptoPunks 和 Mibit，似乎是为了整个 ApeCoin 做了铺垫。那您怎么看待这次的收购？他去策划发行这个 ApeCoin，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孤立或者冲动的之举它是整个大的战略路线图中的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关键的一个步骤。但是我还是觉得呢，就是他呢这一招因为毕竟他一开始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玩的 NFT 绝大部分的玩法其实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不管是对于这个比如白名单就是对于 Mint 这个机制对 Mint 这个机制，然后包括呢一些社群化的玩法，然后包括呢这个对于社群成员赋能，然后衍生IP 衍生的一些玩法呢，其实很多项目或者说是现在看到绝大部分项目都是从那儿玩。然后呢，这一次呢，他通过发行这个 ApeCoin 呢，也开始向我们展示了它整个未来元宇宙发展的一个前景路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认为呢，未来这个他作为因为这个行业嘛，往往只有最先创新的人，最先创业的人其实是有最大的优势的。这个未来呢，很多其他项目呢，再想简单的模仿，其实可能也
不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所以说，从我的角度看来呢，这个整个逻辑呢，就是整个 BAYC 呢，在很大程度上啊，通过这种模式呢，又加强自己的优势哈，加强自己的优势。谢谢校长，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刚才你讲到了一点，就是说，真正这个元宇宙啊，每一个小的世界、小的生态体系，它可能都要连通的。那 NFT 可能是一个表象，它底层有其他的，不管是社交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需求。那在您来讲啊，就是说，我不知道现在 NFT 是否已经竞争，从最早开始，大家要运营社群，到了已经现在必须要建立一个生态体系的一个竞争阶段了吗？会不会已经这个竞争已经比之前有大量的、更大的升级了？我觉得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竞争阶段可能还没到那个阶段，就是没有到说已经必须啊，每一个项目一开始就要把这一堆东西全部做出来，然后，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也不远，因为实际上吧，这个行业的，在后入者哈，他如果说不能够跟上这些先入的步伐的话，他其实想实现反超是非常困难。因为毕竟呢，我们说 NFT 呢，真的它不是简单的一张张图片，对吧？它不像说，艺术家啊，这个，我即使是没有名气，对吧？但我创造出更好、更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啊，我就可以去获得一个怎样的优势哈？甚至说反超之前的艺术前辈，这个毕竟呢，NFT 它出现就注定了它是整个一套啊生态逻辑，是在元宇宙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一套生态逻辑，所以说呢，如果说未来这些这个项目还仅仅是延续着之前的一些道路哈，之前的一些道路的话，那实际上在我看来呢，这个很有可能呢，就慢慢你会越来越发现这个势能不足，对吧？那我刚好再多问一个问题，就讲着未来你说3.0时代这个到来，那有一些呢是要通过创新的手段，因为毕竟不是每个项目都有那么像 Ape 这么好的这个资源啊，能够建社区啊，又能通过现在收购或者是更大的这个支持者来推动一些大的平台。那未来你认为3.0最有可能在 NFT 的哪些细分的赛道里面值得大家更多的一些关注，比如说 game 啊，或者刚才说的我们说社交为底层的，或者是交易型的，就哪一些方面你觉得有更大的机会值得我们关注？然后，当然，您这个问题呢也特别好，就是到底细分赛道呢？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呢，就是未来确实哈，每个项目它都要找一个核心的切入点，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都是图片，对吧？那就是就是这种那个 profile 的 picture 哈，这种图片。然后呢，但是呢，下一步哈，这个就是到底它怎么去能够在元宇宙这种新的竞争中获胜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像比如说卖地啊这种呢，去搞这种数字空间、数字建筑哈、数字地产这种呢，可能会算是门槛比较高的啊，门槛比较高的，因为呢，我们想的就是它的平台性质更强哈，包括其实我们说呢，即使是行业龙头啊，Decentraland 啊，Crypto Boxes 啊。包括那个现在比较兴起的 Sandbox，你真正进去逛呢，你会发现呢，大部分时间也是没什么人的啊。这个，真的确实日活还是，不是那么的，我认为和我们想象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哈。就可能个别的有活动的时间段呢是不少，但是没有活动的时候呢，那真的是，哎呀，门可罗雀哈。比如说，就是类似的这种虚拟空间，比如说哪怕是你进那个 Roblox 啊，Roblox 里面有些 experience，它是这种也是类似的嘛。那种其实里面人还是挺多的，你跟那个跟里面做一些互动啊，反正尽管那都是小孩哈，对，但是呢也至少能看到人影嘛，然后能干点啥事儿呢？反正是能干点事儿的啊，对，就是它是有真实体验在的。但是呢，比如说如果没有活动的时候进了Decentraland，然后呢你进去想干点啥，其实是几乎干不了，对吧？你可能所谓参观参观，这个东西参观一次可以，两次可以哈，对。但是呢，如果你要进去，反正天天那种转悠，那可能就是那些开发者哈，开发商，也就是设计师可能会有这个动力，一般的用户其实没有这个动力。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认为呢，包括 Axie Infinity 哈，它之前呢也推出了说搞这个麦地啊等等的这些呢，我看到也是在也在推迟哈。我觉得它可能对这个问题理解是比较深刻的，它也是比较谨慎的。就是个地，你卖可能是可以卖，但是呢，怎么让这个地有价值，对吧？让这个地呢看起来，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种数字世界呢，就不要搞得太，是吧？不要搞到这个。因为就是，如果真的没有用户的话，那这个地价未来也不会值钱啊，那必然也不会值钱。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数字土地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个项目都有机会来做这件事情哈。他可能会需要去结合，比如他可能拿钱去，但大家可以去搞这个，比如说在 Sandbox 或者 Decentraland 里面去过做一些自己的开发嘛，对吧？那个 BYC 其实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啊，他也是一开始先去做了一些开发，然后呢，先去。做自己的社群，然后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些自己的手里的一些数字土地呢价值上升。好，这个逻辑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然后 SocialFi 这块呢，当然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突破点，因为 SocialFi 呢其实是比较好的，能够从 Web 2把用户拉到 Web 3的一个逻辑上来哈。对，因为就是确实呢，比如说这个越来越多的一些社交平台哈，这个开始推出了 NFT 的认证功能哈，就是你持有 NFT。过去呢，现在没有认证的情况下，你随便复制粘贴一个 NFT 的图片上传，然后你就可以号称这东西是我的。现在呢，它逐渐开始增加了这个链上认证的功能啊，可以来判断到底你是不是真正持有者，还只是你是这个图片的啊保存者，这个还是毫无疑问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真正意义上它去通过这种 social，当然 social 呢也不一定建立说我非得去再建立下一个 Twitter 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也不一定哈。对，它有可能比如说跟一些能够跟一些不管是哈这个已经采用了 Web 3模式的这个博客平台，还是视频平台，能够去做一个交互，哪怕在上面其中一个插件，或者说是去占据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频道，然后在上面呢能有一个建立一个类似工会的这种组织哈，把自己的 DAO 和这个上面的一些创作者联盟呢能够结合起来，其实也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呢，一定不是说我只有把所有东西都做得完美，对吧？就像是在做 Web 2创业的时候呢，那我们说也不是说我要创业，我就再建一个淘宝，是吧？我就再建一个微信，我基于淘宝、基于微信去做一些创业啊，也是可以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功的，对吧？我们想这个，那一说基于微信公众号是吧？基于淘宝带货，基于抖音的这些直播，那带火了多少的这些人？让这些人赚取多少财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平台能不能做平台化，其实不是代表一个绝对化的东西哈，就附加在平台上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还有些 GameFi 这个赛道呢，GameFi 现在看起来是挑战比较大的，因为我对 GameFi 一直采取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或者甚至保守的态度。这就在于呢，因为我本身呢也对很多早期的所谓啊这个就是其实是 GameFi 的一些项目也算是很热情的去参与，然后很热情的去尝试。我对一些传统游戏，我不是一个很资深的游戏玩家哈，或者不是一个很痴迷的游戏玩家，但是我也还是愿意去尝试一些游戏的哈，虽然可能是，真的是尝试而已，但反正不管怎么说呢，我感觉就是游戏嘛，反正它，大家打游戏的时候一个基本心态肯定都是喜新厌旧，对吧？都是喜新厌旧，不可能说对一款游戏有太强的忠诚度。这个呢，你说有没有啊？也有，确实好像似乎也有，比如说这个，魔兽世界啊，然后包括中国的网游传奇啊，它也确实有很多非常忠诚的老玩家啊在里面。包括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叫金庸群侠传吧，它那个 online 版本哈，这个在停服之后，然后又开服了哈，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那个因为玩家又因为各种原因吧，玩家又回来了。这个，当然我觉得这都是特例哈，真的特例。绝大部分游戏都是有非常强的一个生命周期性质，但是呢，你如果作为 Fi 哈，作为 Finance 啊，作为这个金融逻辑来说呢，你如果说它是具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周期性，那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哈。
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游戏的这种喜新厌旧啊，这种生命周期和我们现在看到 Web 三啊，然后以金融这些逻辑呢，它其实存在内在的重合缺陷，到底怎么去克服呢？但是这点我觉得现在也没太想好。然后呢，大量的 Web 二的厂商呢跃跃欲试啊，这个当然以我们看到法国的游戏巨头育碧啊为代表，但是育碧最近的 NFT 的尝试呢非常不成功哈。当然它的设计是有内在的缺陷的，这个它可能没有非常好的领会 NFT 和 GameFi 的一些精髓，而照猫画虎啊，皮毛性的推出了自己的产品，确实呢比较仓促哈，然后不成功呢也有些内在的原因，但是呢也代表了哈传统的这些 GameFi 的玩家，对，sorry 啊，传统的这些网络游戏的玩家呢，其实他对 GameFi 的模式呢，他确实有不认可之处哈，有不认可之处，因为大家嘛，毕竟呢，玩游戏其实为了放松，玩游戏其实是追求生命中的一些纯粹。然后呢，你现在呢，结果一搞了 GameFi 啊，搞了 Pay to Earn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游戏打游戏呢和赚钱联系在一起啊，打游戏和资产联系在一起，这个其实并不是每个玩家都会喜闻乐见的，这个会有很多玩家呢会很反感这一点，就是在于破坏游戏的这种纯洁性，觉得每天自己啊在内卷是吧，在打工哈、啊，这个都已经非常疲劳，打游戏就是为了躺平是吧，就是为了能够去找到一种更加纯真的一种感觉，现在你又来了一堆很多靠着游戏赚钱的人，他肯定不玩也是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GameFi 的这个挑战呢，可能会比 NFT 的挑战还要更大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模式嘛。感谢感谢，谢谢校长今天这个精彩的这个分享。我们今天的问题也到了一个阶段，我们觉得下次有机会再向您来请教。好，谢哎，谢你客您气客今气，天的对，时间。很高兴跟大家交流啊，对。